第二十五题，已经知道活性大小，钙大于铝大于碳大于锌大于铁大于铜，则下列何者不能发生氧化还原反应？我们晓得，如果我是活性比较大的，我就可以抢走活性比较小的氧化物的氧，而发生氧化还原反应；而活性比较小的元素没有办法抢走活性比较大的元素氧化物的氧，而发生氧化还原反应。所以我们看到钙的活性大于铜，所以钙加氧化铜有反应；锌的活性大于铁，所以锌加氧化铁三氧化二铁也会有反应；钙的活性大于碳，所以钙加一氧化碳也会有反应。可是铝的活性小于钙，所以铝加氧化钙不会有反应。因此第二十五题问，则下列何者不能发生氧化还原反应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B，Al 加 CaO， 铝加上氧化钙。